唱人的社死瞬间，就这么一个情况啊，一会儿的每个人。小居居在忙吗？那个没你好看，事儿还特别多的狗领导，今天又还有那个智商不太高的甲方，又被你拿捏了吗？嗯，小居居。哎，领导，你也来上厕所啊？过来吃饭了。你跟领导说的。领导，这个项目太临时了，而且人手不足，现在启动起来会有点困难。你领导听到的。老巫婆，我就是个废物，你听我给你放个屁。明天去人事那里把个工资令下，你不用来了。啊，你在干嘛？喝果汁茶。你把吸管插到不同的图案，就能喝出不同的口味。哪个跟你说的？怎么可能，一听就知道是骗了。前调是红西柚，冬调是草莓，后调是金桔汁，确实不同。你在干嘛？你要从不同位置喝，口味不一样哦。哪个说的？这你都信？清香型的柠檬，浓香型的苹果，尖香型的桃汁，还有酱香型的乌龙，妙啊！领导，你要不要来试试？哪个说的呀？有甜有酸，再回甘，最后还有那么一丝的苦涩。搓四个洞就能喝出四种口味，哪个说的？哎呦我的妈！周总，你是不是出千呀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八通，杀！我爱你，你不爱我，你都不会心疼人的。周总不会玩三国杀，你要是那么贪红开心了，给你加奖。请多多指教。这几个谁比较难打？周总，本的动作片也是很有名的。哦，是这个。周总，这个是最后一张闪，如果你没有闪的话，我可就赢了。雕虫小技，衙门呆，这什么？停止看，请停止对我的侵犯。从未见我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这把不打，就死了。这才是真正的死啊！华佗何在？时不待我，命不由人呐！车声亮。周总不会下象棋，你要是能把他哄开心，你再打听。这车要怎么走？我来开。直线的啊，是不能拐弯的。那是你的车，周总的车是跑车，会漂移的。哦，有点道理啊。将军，将军，炸激光炮！现在科技发达了吗？嗯，中国炮。将军，这又是什么？时间到了，交换场地，吃你的酱。天空是蔚蓝色，窗外有千纸鹤，陪我谈。都地址我不是很熟，一会儿帮我一下啊。好，没问题。这牌还不错吧？开局打顺，越打越顺。我炸四个八，四个八，发发发。四个九，四个十，四个勾，四个圈，
四个 K， 四个尖，四个二，王炸。你们要的正片来了。他怎么不会打麻将？你要是能把他哄开心，我给你讲讲。这牌好像不是很好啊，该打什么？周总，这是好牌呀，你看，四个一炸弹呐！哦，炸弹！哦，再来个顺子吧，都黑一八三，要不要？要不起。三百一。我回来啦。太久没见这个哈哈了，你给他带了他最爱吃的粉，君君。在这里吃呀？你还在上班呢？躲起来吃，来，你小心点，别把垃圾撒了。哦，撒！你干嘛？发朋友圈呀。这个快美颜啊。知道了。君君，香味酱。当开会时，领导让你准备点心。我让你准备点心，你给我整一个生的，看你怎么弄。啊！这么不健康的东西，给我准备生。撒！这样，你要是能把他哄开心，我给你讲奖金。Round one， 这牌好像不是很好啊，该打什么？周总，这是好牌呀，你看，四个一炸弹呐！哦，炸弹，炸！再来个顺子吧，都黑一八三，要不要啊？要不起。Round two， 这牌斗地主都打不了啊！你忘了你是新用户吗？可以用道具啊！哎呦我的妈！